况很好。所以我就有感受，马上就在声音就说。那他有刚刚有醒过来？他也是，只是用品了我，叫我让他走了。我怎么舍得？我怎么可能让他走？我说不可以。好笨。是我第一天来的时候，通知我来的时候，可能又是之前，因为我不晓得她老公跟我讲的，Gary跟我讲的。我说什么时候怎么可以签这个东西？就再怎么样也是，可是签都已经签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加油，别加油！不行。那个吃东西哈，他因为他最严重的是两个肺那个 X 光拍起来，两个几乎都是白色的，等于都已经感染了嘛。他现在是用全氧在呼吸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医生我也有碰到主任，他的主治大夫，他也是跟我讲说，我们就让他。就让他不要受痛苦就好了。他有提到说，其实有签那个代理，是我第一天来的时候，通知我来的时候，可能又是之前，因为我不晓得她老公跟我讲的 ，Gary 跟我讲的。我说什么时候怎么可以签这个东西？就再怎么样也是，可是签都已经签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如果主治医师啊，还有这个陈院长都跟我这样讲的话，那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在。我已经请求他们说，能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救回来？他说两个都摇头。我说那你目前没有用什么药去治疗吗？他说没有其他的药能治疗，只能。就是打吗啡，然后提升他的，打那个提升他的这个血压，不要降下来，就是意思就是在拖就对了。